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人间好心情人间万事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朗读的是呢，星云大师所在《人间万事》里面写的《十相全能》。十相全能，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能把四肢、五官等每个功能都发挥出来，则人人都是十相全能的高手。例如，一，眼睛。眼睛看人、看事、看世界都有独特的眼光，眼睛就像照相机，所有的外境现象一经照相机咔嚓一声，就能把原型摄入其中，而且可以保存多年不变。所以照相机的眼睛，它观察世间一经入目，自然深藏世海，不会忘记。第二，耳朵。耳朵听声音、听歌、听讲话，大声、小声、粗言善语，一经耳朵都能接收，就如收音机，不但能够惟妙惟肖地把原音传送出去，也如电脑 DVD 能够把声音储存起来，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生都不会忘记。第三，鼻子。鼻子的功用，对外闻香、闻臭，呼吸气清气浊，都能了然。所以鼻子就像情报员，每天像探马一样，哪里的空气好坏，哪里的气氛香臭，它对外境的感受特别敏锐，能够保护身体其他器官不至为浊气晦气所伤。第四，舌头。舌头不但尝尽酸甜苦辣，而且会说好话坏话，所以它是人体的祸福根，既可以制造上天堂的功德，也会造作堕落地狱的罪过。所以人类对于舌头说话语言的好坏，不能不深思。第五，身体。人的所有感官都长在身体上，平时对冷热就像温度计，时而怕凉，时而怕热，人总要使自己的身体保持一定的温度，甚至用衣服来保温，助长体能。因为身体的温度正常，其他器官就会跟着健康。第六，双手。一般人都说双手万能，很多不朽的艺术作品都是经过巧手完成的，所以双手就如万能机。万能的机器当然能制造万种的产品，所以人类应该好好运用双手。第七，双脚。天涯海角，人类只要有一双脚都可以到达。双脚就如十一路公车，只要性能好，你想到哪里它都能应付你的需要，完成任务。第八，内脏。我们身体内的脏器，如肠胃、肝胆、胰脾等，就好比后勤部队，能帮助消化，
辅助营养，促使血管畅通，增加体力等。就好像部队作战，前方要打胜战，后方的补给站必须正常供输，才能克敌制胜。第九，头脑。头脑是人的中枢，就好像指挥所，凡事透过头脑分析判别，然后指挥运作，才能事半功倍。第十，心室。人的身体各种器官都是有形有相的，容易看见，唯有一个东西是深藏不露，不容易看得见，那就是我们的心。心如总领导，总是藏在隐秘的地方指挥大军，就像一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平时不轻易曝光。人的身体各有所思，各有所职，唯有保持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健全，才能十项全能，所以不能不注意眼。以上是星云大师在2007年3月3日刊载在《人间福报》的《人间万事》里面这一篇十项全能。相信大家可能也许平常没有注意到，原来我们的身体器官要这么样的十项全能的完整运作，我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呢，在相信在去年这疫情期间，大家对于防疫的工作要做得这么小心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运作是要十项全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不注意，我们可能身体就不舒服了。其实这就是如同我们福光山的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个概念理念，就是我们是集体创作，也就是不只是身体，所有的人间的事情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合作的。身体的器官各方面都是要分工合作，我们成就一件事情又何尝不是应该要分工合作呢？所以我们能够把每一件事情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分担，各司各职，就好像我们的有人是当我们的文宣，有人是做我们的公关，有人要做行政作业，有人要在幕后帮忙大家准备茶水饮食。所以各个方方面面，一件事情的成就绝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，或者是单纯一个人的风光荣耀，而是这荣耀是集体成就的，大家都有参与，才能够一起把一件工作看似分开来的，实际上是十项全能的组合在一起。这就是集体创作的精神。我们在身体每一天的运作不都是这样集体创作吗？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在人世间一定跟大家好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都要共结好缘，因为呢，我们可能都要集体创作来成就很多事情呢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感谢您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在我们的学法学佛的智慧上能够一起共进，福慧双修。阿弥陀佛。树枝婆娑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是缤纷，我看树，树枝婆娑，却随我上人生众生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亲相爱，人间永不长。磨难境，境自来去，我观世。心得到情话。